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晶晶姐姐来喽！我拿到了一个新玩具，给你们看看。哦呦呦，变变变，嘿嘿，嘿，呵呵。今天呢，我也要像这个小人一样变脸。那我们就拿起双手，准备来画京剧脸谱吧 ，Go！ 准备一桶水、颜料、装饰品、画笔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们的脸谱了。我们现在呢，把它放在一张 A4 纸上面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颜料就不容易垫到桌子上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要开始根据这张图上的颜色呢，给它挑。上面这里呢是绿色，第一个颜色是绿色哦。蘸一蘸我们的画笔，用绿色。上面这里呢也是绿色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在这里呢细心的把它涂上绿色哦。好了，现在呢它所有绿色的部分都已经涂好了，我要把这个绿色的画笔呢洗干净。好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涂的呢，就是这个脸蛋的颜色。脸蛋的颜色呢，应该是有黄色的部分，上面也有黄色。我们先用黄色的唇色来把帽子中间的花纹涂好。哇，好漂亮的黄色啊！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画眉毛还有胡子。晶晶姐姐要换一张带胡子的脸谱，黑色。好啦，晶晶姐姐最后呢就要涂超大面积的脸，脸的颜色呢是肉色。肉色呢，晶晶姐姐应该记得是橙色加一点白色。那橙色要怎么调呢？我们现在呢，先来通过这两个颜色调配橙色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用黄色。好啦，我们的橙色呢调好了，接下来呢我们要加一些白色进来。棒棒，所有的颜色都涂好了哟，最后一步加上毛球球。一二三四，还有一些小的亮片呢，我们来粘到每一个毛球球的中间吧。脸谱画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要用一根小绳子把它穿好，戴到脸上。穿好喽！现在我要变脸喽！咻！老夫今年73，朋友们，你们喜欢老夫吗？哈哈！留言告诉我。哈哈！朋友们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。